两好三坏。哦，这个球问一下伊雷神，结果没有出棒，所以张玉成又被四坏球保送。当然，一垒垒包是空着的话，两好三坏投变化球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尤其遇上的具有很好的长打能力的张玉成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支球队几乎非常多都是利用变化球来希望吸引他的出棒哦。嗯，好，刚才你看林玉平教练都出来认为说这个已经挥棒过半哦。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看，但是林玉平教练相当的不满，上来跟主审罗君宏先生抗议。那刚才因为一垒审范元干先生也说没有出棒，就是没有出棒，他裁定没有出棒，所以这个没办法。对，这不在电视辅助判决的条例里面哦。那也因为统一狮队的一垒，他的休息室是在一垒区域哦，所以看得会特别的明显。哦，这个蛮明显的哦。对，对，这个感觉，感觉是有出棒，不过两个裁判都认为没有，那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不知道。